你小心。车门处的乘客，请您注意安全。哎，大妈，哎，不用不用，我们马上就下了，谢谢你，小伙子。没事没事。小青年，你们上班很辛苦的，你们坐。哎，刘阿姨，我帮您拿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来我来我来。请扶扶后门下车，下车请刷卡或刷码。车门处的乘客，请您注意安全。小张，来，有座了。好难吗？啊，我来，我来。刘阿姨，有恩平时都喜欢吃啥呀？吃水果。哦，吃水果好啊，养颜。那他都喜欢吃什么水果呀？榴莲。口味可真重啊。要不我讲他变态吗？有一段时间啊，他把它当早饭吃，一睁开眼睛就捧着，哎呦，个房间臭是臭的嘞。哎呦，榴莲可不能吃太多，容易便秘。怎么，你敢劝他？刘阿姨，那他平时不喜欢吃啥呀？水饺，他最讨厌吃水饺了。哦，不喜欢吃带馅儿的。倒也不是了，我跟他爸爸分开以后，我不是到上海去了吗？哦，他跟他爸爸过。他爸爸呢，工作很忙，有时候没有时间给他做饭，他就只能自己吃速冻水饺了。这么多年吃伤了，现在冬至了，春节了，他都不要吃。刘阿姨，那有恩平时不工作的时候，他都喜欢干点啥呀？喜欢睡觉。他只要一回来就躲在房间里睡觉，睡醒了都懒得出来。哎呦，我真的是不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。同我吵架算不算？他每次一回来啊，不管住几天，哎呦，我们两个总归要吵一架的。算不算个人爱好啊？35支队伍，竞争激烈着呢。激烈又怎么样？对他们来说很不容易的。可我们是从夏天跳到现在，好吧？我觉得拿名次没有问题。嗯，别光操心这个，咱们队服还没做呢，队名还没起呢。是。哎，咱叫吉祥如意怎么样？啊，跟咱疾风东里还有点联系呢。要不是跳西藏广场舞，干脆叫扎西德勒好了。
情敌了。是啊，那个安瑞家园可真厉害，难度高的都吓人，比专业的都专业，连评委都震得说不出话来了。那是啊，人家又大劈叉又踏步翻身的，看着我都腰疼。那交道口舞团也挺厉害的，西藏舞快节奏，那大白袖子甩的跟海浪似的上下翻飞，看得我头都是晕的。还有那什么金鱼小区，标准华尔兹，人家服装一看那就是花大价钱的。嗯，人歌选的也洋气啊，跟人家一比，咱就像刚挖掘的古董，土的掉渣。我们输喽。早知道嘛，就跟着我跳快乐跺脚操，也不至于被吓成这个样子。就是跳了你那跺脚操也没戏。人家都逾越大劈叉了，你光跺脚有什么用啊？孙姐啊，那阿拉还比了？嗨，不就是个比赛吗？咱能上就上，不能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咱跳舞不就是为了强身健体，每天还能聚在一块儿聊聊天儿，跳完之后一块儿去超市，互相还能有个照应。哎，为这么个比赛再跳出个好歹，有什么值当的？宋大姐讲的对，阿拉要端正态度。哎呀，不要跟他们比来比去的，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搞好，是不是比什么都重要啊？对吧？嗯，对的。都什么年纪了，不能钻这牛角尖儿。嗯嗯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对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，打明儿起到点儿咱就跳，谁都不能缺。嗯，好，没问题。对，散了吧，走。哎呦，先走了啊。走了啊，小张再会啊。哎，刘阿姨再见。哎，再见。我是觉得，那跳一跳快乐跺脚操，说不定还是有希望。孙阿姨，你还没走啊？我陪陪您。好孩子，哎，待会儿你把音箱送到我们家去吧。从明天开始就不用跟我们跳舞了。啊？这可不行啊！我是咱们舞团的一员，用这个时间去学习去进步。你不是还要去追小柳她家姑娘吗？就不用跟我们这儿瞎耽误功夫了。孙阿姨，当初你跟我们跳舞，不就是为了认识小柳她家姑娘吗？现在你们已经搭上线了。她姑娘我不知道，反正小柳对你是挺满意的，本来就用不着再打理我们了。难得你这孩子仁义厚道，不好意思扔下我们不管。我还厚着脸皮拉着你跟小柳去作对。哎呀，真是难为你了。对，阿姨，您不能这么说，您的那些经历，您给我的鼓励，我受用一辈子呢。瞧我这个人，说别人的时候轻轻松松的，什么拼命啊、努力呀、啊，一套一套的。到自己这儿，该认输的还是得认输。现在跟年轻的时候好像不一样了。光凭着一股蛮劲儿冲，好像冲不动了。别怪我，光顾着搞内部斗争，荒废了武艺，已经被潮流狠狠地甩到后头了。不服不行啊，人家专业的就是武艺啊。
行了，甭听我这儿白活了，赶紧回家吧。我也该给你大爷做饭去了。要学习，要进步啊！哎，知道了。